二幺三咱不是小英家的，是小英家的。小英家的，那你这刚才你说的二幺三三，这怎么写着军强家的？他这两个，一个是二幺三。你别就这弄混了。我在刚才和他说的第一个是三十三号合同是上谁家的？三十三号合同是上小英家的，亨瑞。亨瑞。啊。二十七号合同是去那个。那就对了，他千万别弄，别这个缝那里，那里缝那里，那真就是麻烦了。